这不是刚堕胎一个吗？对啊，微积分老师，他只在乎女生，他全班的女生都过了，然后有好几个男生没过。一二三，打手枪，刚刚我会戴套，感情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力趣，女生就一定要优雅端庄吗？男生就一定要男子气概吗？如果今天性别转换的话，你会想做什么呢？我们去问看学校同学吧 ，Let's go。身为男生有什么好处？不用怀胎十月生小孩吧？我觉得可以乱讲话比较不负责，太乱搞了。这不是刚堕胎一个吗？对啊。你后面跟着很多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肩膀也很重，一条校门口。我觉得比较不容易被骂吧。你也可以撒娇啊。那更惨。比如说女生可能会有什么月经，男的会痛吧，男生其实都不会，全身上他都不会，顶多就撞到胆囊会痛。小学不是都会亲男生鸡鸡吗？在我们学校应该会比较吃香，对，没错，他们会变成比较公主这样，会有一群专门的他们的那个工具人。北科等于工具箱。有些人会说什么生对了性别，上课或者是待遇上面比较好。像我们微积分老师、啊，让我们看看微积分老师到底怎么了。微积分老师，他只在乎女生，他全班的女生都过了，然后有好几个男生没过。同学们都说这个老师叫做大刀老师。那你们去问问题，他会理你们吗？要理不理啊？要理不理，爱理不理，爱理不理。哇，性老师，刀下亡魂。我们去拉赞，然后那个女生都会给很多钱，老板比较色，干重。来，我如果是老板，真的是请滚哎。好过分哦，逼男生下面还叫人家滚。滚蛋！如果性别转换的话，你第一件事情想要体验的是什么？左右老师挠欧趴。数到三一起讲，一二三，打手枪。你看 A 片，然后你看的是女性，你会有欲望吗？不会，我只要舒服就好了。我想知道到底多舒服。这么舒服，我一定好好洗个澡。你要尊重一下那个新的身体，因为新衣服也要先洗。新东西不是要立刻玩吗 ？DIY 一下，加一点沐浴乳不是更好？抓抓因为我不知道女生到底感觉到什么，就平常女生到底是装的还是真的？对。大约只有两到三成的女性获得高潮。没有的。体验一下去夜店啊，拉的乱七八糟，那个这么好玩？你现在就可以去夜店体验跟女生拉鸡啊。拉鸡就是还好吧，是后面那一步吧。他只是想要啪啪，只想跟你啪啪，只是讲就好了嘛。对嘛，隐晦一点嘛，大家文明人，台北靠又不是什么屏东。啊，对呀。屏东人变成女生会有什么想法？看自己胸部，一直摸摸看。我可能先看一下下面吧，就量一下，就会好奇一下自己的身体，比较就是会去好奇，对。找一个男生啊，唐心嘛，好好的 talk talk， 在哪里 talk？ 在 YouTube 啊。向色情说不，请问下辈子再给你选一次，你会想当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就是可以坐一坐就走，没有他的事情了。色后不理，这就是。男生，我也是男生。如果你不小心怀孕的话，我靠，那个女生痛死。那你会乱让别人怀孕吗？不会，我有带文明人嘛。我刚刚会带套，感情课。以上言论不代表屏东人立场。女生吧，当男生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用想，你就打游戏就好。还要打手枪？保安可以让人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，打了又打。肯定再选一次男生，那女生太麻烦，又有奶，然后又有月经，不一定有奶，可能很重啊。那你下面很轻。我会想当女生，因为我觉得当男生承担太多东西，感觉女生都很轻松啊。女生们别担心，我们处理好了。你毕业了吗 ？Pop Daily，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及时接收最新的上片资讯喽。耶、yeah. ！等一下，有一只蜘蛛在你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转侧面，黄大陆在妈妈的舞台上，我要给你们各位满满的大平台，大平台就是之前有个表演，然后我就问那个学妹那个帅不帅，她就说超帅，然后超爽。什么表演？就蛇舞。对啊，可不可以秀一下？哎呀，
You can go anywhere and you can roam anywhere and without dress also you can roam anywhere. So I mean if you're a girl you can't like you cannot go. Girls have been captured even so does boys. 你觉得当一个铜像好吗？如果下辈子可以再选择一次，你还会再当铜像吗？两个死八七。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？